忠烈祠，浩气千秋，报国始忠贞，慷慨成人万古英名，垂宇宙，捐躯，全志节，精神不死，千秋主斗见新乡，谢东明。忠烈祠，办公室，陆浩东烈士。黄花岗72烈士之墓，武昌起义，陈少白、游烈、杨鹤林。史坚奴烈士，国父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，国父在广东中山县翠亨村故居。漂泊千涯，无限感，有生如此复何欢，秋景。热血洒三场，铁胆忠肝万古英名光史册，雄图尽妖孽，成人取义，千秋正气壮山河。高魁，国民革命烈士之灵座，忠贞勇烈，以国家兴亡为己任，知个人死生于度外，高尚节操，一片金钟照史册，雄心不死，千秋正气壮山河。民国34年，何应钦将军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先
蒋中正先生于南京接受在华日军正式投降。湘西会战，宋哲元，宁为战死鬼，不做亡国奴。谢晋元团长率8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。813淞沪会战，夜袭卢沟桥，民国34年抗战胜利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